到的这位啊，他从遥远的南宋而来，1000多年前的一位大英雄。但是听说这一位是史上最帅的扮演者，史上最帅的岳飞。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准备好了吗？有请岳飞的扮演者黄晓明。走过来，感觉是一位赌王走出来了。今天呢，小明是作为岳飞来到超级访问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严肃一点儿。超级访问做了13年，黄晓明是第一次来到超级访问。所以，你想说什么？所以他对戴军有意见，对我没意见。你到底对我有多大的意见？给你个棍。哎，你们俩能长大点吗？金钟岳飞在我心目中是个大英雄，突然之间成了悟空了。那今天回到话题啊，都是猴变的。第一次到超级访问，第一次来到超级访问，我们要好好的坐一坐啊。嗯，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小明。演员黄晓明做客本期超级访问。黄晓明曾经坦言暗恋赵薇，赵薇为何会拒绝他的求爱，各种隐情赵薇将在场外独家披露。你笑得特尴尬哎。是怎样的广告让他如此胆战？不会吧，那广告你能找得出来？这个我都没有，你从哪找出来这个？又是什么样的资料让他惊讶不已？完蛋，没什么好事儿，这段资料你都调出来了，我以为这段资料是没有的。特派记者场外寻找昔日邻居好友，揭秘黄晓明不为人知的童年故事。那时候呢，我比较闷骚，有很多女生会手牵手站到那个我们教室的门口看我，好多人给我递纸条。更多精彩尽在本期超级访问。好，欢迎收看超级访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名鼎鼎的黄晓明。小明是哪的人呀？青岛的人啊，跟青岛那个观众打个招呼吧。青岛的老小老少爷们们，恁好。你标准吗？你的青岛话？不太标准。其实我太久没说青岛话了。我有一次回青岛过年，完了我打一出租车，我跟司机，我怕他骗我带我拐弯绕圈，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青岛话，我说师傅，我得去那个展山路。然后他说，你兰州来的吧？兰州在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现在知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去过。我就心想，我说我到底青岛话有多么的不标准。小明啊，跟他认识的人就知道他很像山东人，豪爽仗义。然后但是因为他长得太帅了，就太有名了，所以我们觉得有距离感。我跟你说，你要去过青岛的话，你会发现青岛人真的长得好看。你数一下嘛，对不对？对，林青霞就青岛人。倪萍，唐国强，陈好，范冰冰也是。范冰冰多好看。黄渤。没有例外，有例外。好汉也会有一个。黄渤是青岛的。青岛小哥。这样的，今天呢，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黄晓明。因为小明13年第一次做个超级访问，我们的摄像机，我们的导演已经奔赴青岛了，来看看。是吗？我们这次在青岛
拍到了小明的哪些东西？我跟你说，英雄怕见老街坊。对。来，我们请青岛啦，走了。完蛋，没什么好事。啊，妈呀，现在都变这样。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的泰安路，是一条默默无名的街道。泰安路23号就是黄晓明出生后最早生活过的地方。在临街的楼房后面，有一片建筑年代更久的2层小楼，楼里的老住户大多已经搬走。虽然整个楼群看起来简陋陈旧，但是在70年代的青岛，这里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住宅。就是在这里，黄晓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院子，这个16号吧，就是黄晓明的家。这个房间10几个平方，当初吧是2间，现在改成1间了。这个墙就这边吗？到这边啊，中间是个门，有一个大床，再就是些简单的家具。现在房间里的格局早已改变，只有斑驳的木质地板记录着岁月冲刷的痕迹。小时候的黄晓明十分乖巧，性格像个小女孩。因为眉清目秀的长相，儿时的黄晓明在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便已经有了丈母娘。我们院子里有女儿的这个年龄的人呢，都争着给她当丈母娘。晓明小时候我确实招人喜欢，我和他妈妈坐一块儿的时候吧，经常开玩笑，我说快叫小明给我当女婿吧。我的女儿呢都叫她妈妈叫婆婆，当时吧我们都可羡慕她了。虽然博得众人喜爱，但是儿时的黄晓明并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表演天赋，而这些老邻居们也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耀眼的影视明星。明明啊，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这些阿姨都是你的粉丝，我们永远支持你，加油！哇！妈呀！哎，他们怎么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啊？现在那个你们家那个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就是跟你没关系了，搬走。我都完全不认识。说实话，你刚才那段跟我以前印象当中的已经不一样了，但还是那个地方，只是它外边加了一层新的这个砖瓦，但是那个台阶我还认识，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两边都没有台阶，只有我们家那个门口那还有个台阶上去，那进去是一个小院子，后面是个大院子。但是现在看起来，我那会觉得挺新的，怎么现在看起来那么破？是啊，多少年了都。原来这个房间的格局是16个平米，16个平米隔成一大间和一小间。那个你还记得吗？对，那房间的多小。我记得，是一进口门口是一个小小的厅。中间是有个门板，然后那个门好像是个推拉门，是个活的，然后再进去是个房间。但我那会儿记得那个房间很大很大，现在看起来只有16平米。小呀。对，可能是这个原因。你们那院里是住了很多的阿姨吗？就很多家吗？很多家。我们那个院里边很奇怪，就是都是女孩多，然后男孩就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小时候呢，他们老喜欢就拉着我跟一堆女孩在一块玩，完了还老给我穿裙子。他们哎，我小时候编那个红绳，那个拴那个端午绳，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彩色绳。我知道。然后我那会儿特别厉害，我还会编那个，完了还会跳皮筋儿。对，不，那些女孩相互之间会争风吃醋吗？比如说就说啊，小妹你跟我玩，你跟我这相互打起来。会。经常会在院里边有人喊，是那个明明哥哥或者小明，小明就是一天会好几个时间段分不同的女孩在那叫。在那个时候没有表现出你的表演天赋，害羞。对，小时候不长得那么好看，不
不是喜欢唱歌跳舞的吗？我直到18岁都是一个，不止18岁，我进电影学院之后都是一个特别害羞，特别怕见生人，然后一堆人站在一起我就往后缩的那种，我的性格就这样子。你上舞台的时候你会因为害怕抱着脸捂着脸哭吗？小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大概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二姨是青岛歌舞团的嘛，那有一个导演去青岛挑孩子的演员去演电影，然后就挑上我了，然后就要我二姨带着我过来看，我就记得我当时一直拿手捂着脸就不肯放下来，完了之后见到有导演我就躲到我二姨的后面就一直不肯出来，然后导演就说这个孩子很好看但是不能用，因为他太害羞了没法演戏，一直捂着脸，后来就挑别人了。对，我那会儿还想，我说演戏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要演戏。下面小明，你上学时候的学习好吗？我小学的时候还可以。中学，然后但是考初中没有考上，我记得很清楚。小学、小学到初中怎么会考不上？要考就是没考上，就是没有考到我一个想要的学校。那但是我初中的时候巨爱看武侠小说，我一直都属于班里面比较乖的那种，我不会调皮，但是我比较爱看武侠小说。然后呢到了初三那年，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你再这样子你就永远都不能考了，就很不像话。然后我发誓我初三一整年一本武侠小说都没有看过，我就考上了我们青岛的重点高中一中。哇，我问大家个问题，你没有想过吗，把你的学习成绩销毁了，比如说有一天你成为名人，然后某摄制组到你的学校把你的成绩弄出来，是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是说我想把原来的成绩销毁掉，我连我们的校长都想刨个坑把它埋了。我们继续打一辆车前往青岛一中。青岛市第一中是山东省重点中学，黄晓明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那时候的黄晓明温顺乖巧，甚至有时会有些害羞。他妈妈每次开完家长会吧，都是最后走，我们在走廊上聊的时候呢，然后黄晓明就拉着他妈妈的手站在旁边静静地听，就这个画面吧，在我的脑子中印象特别深，乖巧的样子。高中时期黄晓明读的是文科班，全班50多个人中只有7个男生。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中学时期的黄晓明，我们前往学籍办公室寻找黄晓明中学时期的档案。老师您好，是这样，我们是那个超级访问栏目组的，我们想找一下那个黄晓明的学习档案，我不知道还能找到吗？哦，哎呦，现在也将近20年了是吧？好找吗？还我给找找看啊。哎，好嘞，谢谢老师。黄晓明的档案啊，好的，我给找找啊。黄晓明，这里面有吗？这里边我看没有。那么黄晓明的中学档案还能够找到吗？哇！啊？啊？哎，我能问你个问题，那个第一个说的那个老师是你的？那是我的高中老师，班主任孙雪梅老师。好年轻啊！他我也觉得好像没怎么变过，好奇怪哦。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一点都没变，老邻居没变吗？我们13年来都等着你上节目，这13年前拍的。刚才教务处主任在找那个档案，一直没有找到，你们觉得能找到吗？为什么这人那么有钱？因为他是名人。我跟你说，这人那么有钱，花钱档案给销毁了。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干嘛要销毁他？英语最低考过38.5分。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真的假的？不会吧？哎，青岛档案局监制的好不好？这你也能随便拿过来？93年9月到96年7月。我们可以拿复印件吧？是，原件拿不了，拿让小明看看。我们真的是复印件。
对，是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黄晓明，性别男，户口所在地泰安路23号。啊，这有。啊，这都是他的那个简历嘛？对。我跟大家念一下，第一学期政治63，语文80，数学48，外语51，物理85，化学69，历史79，地理64，体育84。到第三学年的考试，政治92，语文91，代数86，外语90，历史95，体育95。哇，好了不起啊！全部都在90多。对啊，对，就看小说跟不看小说差别好大。我看老师的评语，品行端正，严于律己，学习认真努力，尊敬师长，热爱集体，有文艺特长，有良好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能力，具备做人的良好素质。怎么可能写这个？哎，那时候评语好有意思，具备做人的。是啊。这个不是原始档案，这复印件，我们把这送给小明作为礼物，好吗？哦，谢谢谢谢。妈呀！小明自己补充一下吧。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个，这真的是很难得，这个真的。我们刚才说，我们去了青岛一中，这就是要进一步，我们找到了他的同学。对，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呢？华明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叫他黄大姐，他也很乐于接受这个外号。经常班里面有女同学嘛，就是可能烦心事也比较多，也特别愿意找黄晓明倾诉。他总是在旁边闪着大眼睛，然后对，静静的倾听。出去玩的时候，一般叫着他，他都很高兴就答应，特别喜欢跟女同学一块出去玩。如果不带他的话，他不高兴。有时候我们说不带你，不带你，赶都赶不要跟我们出去。黄晓明当时的那个发型在我们同学里面是很少见的，因为他本身头发是有点自来卷，然后又比较长，所以就是一种大波浪的这种男士的发型。身边随时都可以摸小镜子了，然后理理他的头发。发小都藏在他的书里头，这样抿一抿，然后问从上面看你我美不美，好不好看，经常问我们女同学。那个黄晓明每次都有一个这个才艺展示，他就唱邰正宵的999朵玫瑰，千纸鹤高不上去台唱。他最大失败就是到了广场部分，一般情况80%的情况下是拉不上去的，但他依然坚持能把这首歌唱完。黄晓明，希望你以后能够更加的爱惜自己，不要整天让我们听到这儿断了那儿裂了这儿骨折了的消息。工作之余常回家看看，咱们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们这帮同学们都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哎，对了，你的签名照赶紧弄过来啊。小明，我觉得你太有女人缘了，周围全是女孩啊。哦，黄大姐，大家都愿意找你倾诉，对，愿意跟你一块玩。对，我就是我的性格脾气比较柔和，然后就是大家都喜欢跟我在一块玩。那那时候呢，我就比较闷骚，然后呢，人家出去玩呢，尽管我那个想去，但我有时候还不好意思。可是我怎么着，我也一定要去。人家要是不叫我呢，我就会不高兴。然后但不是那种那样子不高兴啊，就说哎怎么也不叫我那样子。他们跟我说一件事，说其实你就因为特帅嘛，女生比较多，所以女的班干部要求把黄晓明都调到自己身边坐。有确实有，这就大家都喜欢跟我同味儿，这个是真的。好抢手啊。很多女生会手牵手站到那个我们教室的门口看我，然后指指点点，会有这样。你心里嘚瑟吗？还行吧，还拿出镜子来借着太阳光晃他们。哎，有人给递纸条吗？有，好多人给我递纸条。有人下课截你吗？有，真有。他长那么帅，女孩我从来就没有过。哎，怎么截你啊？就是拉我，就是过去说谈谈话谈谈心啊之类的。应该有，谈不出什么好谈的。
把我逼到一个角落里边谈谈心。那会儿我反倒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有高年级的女生，对不对？啊，那会儿女孩很强势的，那会儿都女孩很厉害。超级麦霸财政娇，我其实现在也是麦霸，就像他说的，我现在唱不上去也生唱那种。灰人也往上唱，因为我喜欢唱歌，我又觉得无所谓，就有些人可能怕丢人，我真不怕丢人。好，拿话筒过来。干嘛？999的玫瑰，早就忘了。现场 KTV 立刻就开始。大家一起唱。好久没唱了。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的凋谢人已憔悴，千门万事已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门万事已碎，花事湮灭。我真的是十多年没唱过歌了。这首歌唱给电视机前刚才小明的这几位闺蜜，然后送给你们。哎，我觉得小明他们见着你没有，好像好久不见，还是那劲儿，没拿你当外人，你们是不是老聚呢？其实这个几个同学是跟我高中时候比较好的几个女同学，对，然后他们这几个人就是平常在一块玩的比较多，然后老欺负我。完了，你们看最左边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个，曾经跟我打赌。当时我说我要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他跟我打赌，他说你一定考不上。我说我一定考得上，我就为了争这口气我也要考，结果还真就考上了。谁鼓励你去的呢？当时是参加了青岛的一个儿童节目，完了当时在上节目之前是要学一点点的普通话，因为那会我们的普通话很差，然后教我普通话的那个老师是青岛台的一个主持人，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他告诉我电影学院在青岛招生，觉得你形象不错，可以去试一下。我第一年就考上了，而且他们班真的，我觉得现在看这个班很了不起，这是一个丰收的班。对，崔老师啊，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崔老师，还有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就是因为要对学生的素质进行一个测试嘛，就出了一个即兴小品，单人的，就是黄晓明，假如在你的面前有蛐蛐你去把它逮住，就很简单了嘛。然后黄晓明就说：“哎呦，报告老师，我们青岛没有蛐蛐。”所以当时我们一下就愣在那儿，就说：“青岛怎么能没有蛐蛐呢？”后来我说：“这样吧，不管是什么，让你在面前有一个小虫虫之类的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他就完成了，就是去发现啊，去逮，然后拍，最后死了以后他很潇洒。你怎么会想起来说青岛没蛐蛐呢？哪个城市会没蛐蛐？蛐蛐就蟋蟀啊。我紧张啊，老师问我我都没听清他说什么，真的是紧张。但是其实我也有小聪明，就比如说刚才捉蛐蛐，很多人就捉到了，
那我自己临时动了个脑筋，就啪给他摁死了，然后丢掉。这其实是我自己家的。但当时那个崔老师跟我们说，艺考证是没有给你，他们当时怀疑你是一个残疾人，别再去考试。他怎么老受伤啊？是当时出什么事儿？当时我过马路的时候，可能是愣神吧，我就脸往这边看，然后突然我觉得脚一崴，一辆车就在我面前停下来了，然后我就脚在两个车轱辘的中间，对，我还是一辆白色的吉普车，然后贴我特别近，我就知道坏了，这轱辘从我脚背上压过去了。当时那个司机就下来说，哎呦小伙子你没事吧？没事。我说你走吧。他说你真没事？我说真没事，你走吧。走了之后过了十分钟，疼了，疼了，特别疼，疼到走不了路了。我就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把我叔叔叫过来，我叔叔背着我去的医院，一查说是骨裂，就是裂了很大一个缝，然后但是我一个月之后要考试，结果我就拄着拐杖去的考场。所以等于是你去北电考的时候还是一瘸一拐的？对，我拄着拐杖进去的。1996年，23个俊男靓女走到了一起，他们那时不会小，他们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96级表演班，将来会成为赫赫有名的明星班，拥有黄晓明、赵薇、陈坤等众多一线明星，成为电影学院历史上成名演员最多的班集体。每个老师爱好不一样，崔老师就是说特别喜欢浓眉大眼的，他们班全是大眼睛双眼皮儿。当时赵薇去考那个北电的时候，连准考证都丢了，一个人坐在走廊里哭，不让他考。崔老师出来一看，哇，惊为天人，那么漂亮一女孩，赶紧进来考吧。我跟你讲，你说错了，赵薇并不是特漂亮，当时小明应该知道，她就是很可爱。你第一眼看到赵薇什么感觉？对不起静姐，我当时确实觉得她很漂亮。有没有惊为天人的感觉？有。你看特别漂亮。这样的，我们今天因为做小明这一期，同学都踊跃报名，要讲一讲他们心目中的小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采访到了小明的几位同学。看一下看一下。我特别喜欢听他讲一个笑话，就有时候班上会让同学上台即兴表演节目，然后他上去不知道表演什么，就用青岛话念了一首诗，哎呦把我给笑得肚子疼，以后就一想乐，我说小明小明快点把那首诗再念一遍，就什么例如什么大海啊大海，你绿了像个菠菜汤似的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你们可以让小明再念一遍，他肯定记得。他跟陈坤都是因为长得帅嘛，所以他们俩都是广告王子，然后靠那个广告然后赚学费啊，然后生活费啊，都是这样的。当时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动作，我们都觉得不好看，但他就觉得好看，他就经常做，他就把领子竖起来，然后把帽子一摘，然后一做一个动作，我是不是很帅？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不好说。赵薇刚才说的那个大海那山东话的那个，你是怎么样应付不来，然后你就开始讲这个段子吗？对，因为我那会儿我也不会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说表演个节目吧，我就念了一段青岛的一段方言的大海呀、啊，比绿比绿的，绿的就跟菠菜糖一样的绿，我们大家就笑得不行了。他跟陈坤是广告小王子啊啊！你还记得自己拍的第一个广告赚了多少钱吗？记得，1500块。当时觉得多吗？特别多。对啊，大二啊。我妈妈一个月才挣800块，我当时一个广告就是一天的时间赚了1500块，我当时非常的得意。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你看我一天挣的比你一个月的还多，以后我养你了，就这样的。钱寄回去了吗？没有。那什么叫我养你了？不，我因为我不需要我妈妈花钱来养我嘛，然后我就自己可以花钱，但是我给我妈妈买的礼物啊，我爸妈我都买了礼物了。挣的最多的一次是多少钱？10000多块钱吧，在那次。所以当时他有一个外号叫万元户。对啊，在你们班对吧？对，有同学叫你万元户。对，那你挣那么多钱，有人会给你借钱吗？会，我经常借给别人钱，完了经常别人也不还。你不会说不吗？
我不会。小明，我跟你说，我真的需要钱，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我就放下面那条广告。放吧，你小明今天该放的都放了，还怕什么呀？早年间，黄晓明和秦哥哥，王燕，王燕就秦哥哥合作的一条广告。不会吧？这广告你能找得出来？能，我们来看一下。不会吧？啊，照片而已，没有视频吧？没有，找不到视频了。找得到视频，我们就看你借不借钱了。这广告拍过，但是没有放。为什么？因为这个产品不合格。啊，为了这个广告，我还挨了不少巴掌。啊，当时我还记得这广告创意，说甜蜜的，我们俩在弹钢琴，然后他看着我，啊，特别甜蜜，突然笑容僵住了，啪给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当时很愤怒，为什么？他一伸手，一个蚊子在里边，然后后面，当当当，杀虫剂说，如果有了我们，就不用挨着一巴掌。当当当。哦，我就为了这个就挨了很多个巴掌。没有播出，但是钱结了吧？啊，挨了很多巴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曾经拥有过，谢谢我的青春里有你的痕迹。这是黄晓明在微博里对赵薇的祝福。黄晓明和赵薇16年的友谊让众多网友羡慕，并迅速成为了热门话题。有一种友谊叫做赵薇黄晓明。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新闻发布会上，黄晓明曾公开表示大学期间暗恋赵薇。我第一次演小品就是跟赵薇，但是其结果就是赵薇一下来就嘲笑的时候说，小明你在台上太紧张了，我整个什么都没看见，就光看你的脸蛋。就是特别糗，你知道当时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这样子是一件很糗的事。那么对于黄晓明的这份感情，赵薇又是如何回应？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她拒绝黄晓明的求爱？我就说两个人那时候就不没有缘分嘛，这样的。两个人大学期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你笑得特尴尬哎。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哎，我能问个问题吗？你喜欢过赵薇吗？在上学的时候。你干嘛老问这么八卦的问题？这样的，我不问黄晓明了，问一下赵薇。他就是一个很乖的一个高中生的感觉，本性特别的淳朴憨厚，然后乖乖的，也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交过女朋友，估计属于人家看他一眼他都要躲的那种吧。对，让他打个开水什么的，让他取个东西什么的，然后有什么的课带着去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都特别好用这样的。大家那时候非常纯真吧，我觉得。那他当时不知道什么鬼使神差有这样子的念头这样的，但是他实在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他像个大男孩，但是我觉得哎呀是个男孩，现在像个男人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两个人那时候不没有缘分嘛，这样的。啊，你笑得特尴尬哎。但有很多东西当事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入学的一瞬间大家还记得那个画面，但是第一次两个人演对手戏的画面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次两个人合作是什么什么作品？就是汇报学校，因为我们刚刚进学校第一次汇报演出，就我们军训完了之后有一个汇报演出，我们俩演一个小品叫做婚姻介绍所，我记得好像是。然后呢，我就是他过来应招，来应招那个女孩，然后他装瞎子还装瘸子，好像是装，我忘了他装瞎子装瘸子了。后来我发现他是个骗子，他只是来试探我而已。对，就这样子的一个小品。赵薇说他印象中他们第一次合作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对吧？对对对对对，这是你印象中第一次婚姻介绍所。介绍所。对。好，我们问问赵薇。他紧张吧？上台嘛，但是他那个嘴巴可以就是说自然的行嘛，就这肌肉抽搐。我在台上看着他，
假装没事继续演下去这样的。哇，不会吧。现在因为人人都有机会到大自然中去的。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到现在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哎，对了，你是干什么的？那你喜欢看电影吗？啊，看电影我喜欢。哎，那正好，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愿意陪我去吗？哇，这段资料你都调出来了，我以为这段资料是没有的。有。小明，我看了，我觉得还是那种小啊，小孩啊，都好看啊，都可爱啊。你看着什么感觉呢？二。不会，我觉得你特好，特别，就是。对吧，有一种就是特别青春啊，简单啊，这种感觉。今天特别高兴小明来，然后赵薇也是我们的节目下一位要邀请的嘉宾，所以他提前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小明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来拿过来。哇，古董啊。真的假的？真的。赵薇，这个我们不能再去猜猜是什么，当年写给赵薇的信还有吗？啊，没有吧？不是点儿，谁还丢在风里？还有你给他剪的头发，有可能就在这里。我真没有做过嫁衣。来，你来看，你来看。没什么，玩我的。大，咱们是访谈节目，又不是。啊妈呀！我以为什么呢？他说你是个岳飞控。对，飞的小人书，好像是老的那种小人书啊，特别老的那个。这个就是我真的小时候看的小人书，说很难找。小明，最后说两句吧。今天我们其实从家里一直到了电影学院，又到了这个现场，啊，我帮你拿着。说你的感受。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的是，我做了演员这个行业，因为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影像、有照片帮我记录下来。我很开心，我的人生不是简单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的。我相信等我老了之后，我回头会发现，原来充满了挫折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